炸弹！炸弹！过。重要。三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六。二。过不出。说大王。还有三十过。到达战场。碾碎。对三。对二。看。下发一张牌了。过不出。过。小王，19万，可以接受。我发现斗地主还是很好赢的嘛，随随便便就10几万。啊，上单是巨魔呀 ，Q 一下，点。点点点点点点点，你是真皮厚啊，我操啊，你是皮是真厚，我发现硬顶我呗，就啊，就硬顶着我，顶着我打，我操！兄弟，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皮厚之人。哎，我刚才这 QE 是失败了吗？不对吧？哎呀，出女神之泪去，你还在这打鸡，那你不死了吗？啊，有惩戒，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玩杰斯了，玩了，玩杰西了。来一炮，这怎么都不掉血呢？点 Q 点。他蓝都不够跟我打的，这巨魔！这不行。哎，查眼儿。让我抡一锤。真幼啊，巨魔呀！真是幼啊，这巨魔！
回家。看来以杰西这英雄，伤害确实是有点低。我们先出个啥呢？来个星石吧。回走，巨魔都，这英雄只能我们先进攻，你知道吧？来一炮，再见。哎呀，我忘了这杰西这一技能虚区这么低了，我给忘了。我有相位猛冲。来呀、啊！谢谢厄特勒零四五的大飞机啊！谢谢厄特勒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厄特勒，感谢厄特勒的又一个飞机，谢谢厄特勒，刚才那200给大家补上啊。哎，我来救一手的蓝犬呀，看来不用我救啊。点，来一炮，点点点，点，点，抠。再见，你有闪现没有用，抠一下，点，来一炮，点点点，抠一下，再见。玩了杰西我才知道啊，这英雄
确实，你赛哥玩的英雄得要装备啥的。来一炮，回家了。差点钱。很明显的巨魔啊！哎嘿嘿嘿嘿，哎，很明显的巨魔要闪现了。先来个魔宗吧，我的一技能的虚区终于是有点高了，哎，来一下子，再见，溜了，跑的就是快。剑圣也打不过我，给我晕他。刚才那 QE 没出来呀、啊。把一线塔拔了吧，呀，谁拔了？中路二塔都没了，我的天！找一下这巨魔啊，这巨魔看能不能勾引他一手。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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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抠一下。点点点，来一炮，拜拜，我有香味猛冲，别小兵，哎呦我这小兵太可恶了，这小兵两个小兵撇了我，远程小兵两个小兵撇了我一下子。居然给巨魔拿到人头了。啥意思？我一个七杠一的不配拿你个猴呗？咋的呀？我就瞧不上你这样的。我拿个蓝，我还拿个蓝去？哎，我不拿红，我还把蓝拿了，大爷！抢！我不跟你打，你有惩戒，我不跟你玩了。
我不没了吗？为什么对面的下路来了呢？哎呦，我晚豪！这上哪跑？来个什么海呢？来个水银海吧。 剑圣有点花里胡哨啊！我马上到，兄弟，可以了，可以来吗？ 给你来个致命点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有点神志不清了呀！这变成鸡蛋，不推了。 发现杰斯这英雄真空期挺长啊！真的，这英雄真空期有点长，他技能吸地时间太长了。 俺们家两海盗，我先给你来一炮。算了，给你们拆了得了。 Oh.